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的新手有大。敢跳进来是怎样啊？ 任何地方都可以是战场，突破框架，享受全新的游戏体验。超过1000款游戏，简单也下载，任何装置摆脱限制，全都在GeForce Now。哦吼，米妮，我要处理，救命！哎呦，滑倒。 应该不会吓到乌鸦哎，什么都没有，大情况。偶尔说还是会被看到。嘿，林英俊，感谢，谢谢20个赠送订阅，感谢。 不过我要感谢3个月，一人是猎物。林英俊开始生气，带头生气。 这个可能是 DH。我们大雾直接放给他们修吧，这样地图大雾很难追，就算有封窗都要浪费时间。上面那个板子真的很难处理，防护也很难处理，当都没看到。 中声怎么不一样？配件，因为我带全场中声，所以那个声音会有穿透感。就有人说，但没有人修，为什么没有冒烟？ 感谢 ，Ban me please， 感谢12个月，带头生气，愿意动。他们一定会去修那台快好的，干嘛要赶上去？回去搞不好还可以抓到一只半血。 蹲在那边想硬修的，没有半血，白给，可以听到中声的方向吗？听不出来，这个就是这个配件强的地方，听不出来它的中声方向，所以它那个声音才会听起来这么奇怪。
隐身可以听到脚步声吗？可以啊，超大声的。他可能穿的好像那种维修人员哦。平稳着陆，不是平稳着陆哎，居然还爬那么高。其实我比较惊讶的是，那个这一次那个退学的那个比赛，银鬼也没什么人出哎，我比较惊讶这件事哎，是因为大家都是用那个尝试压低分数的鬼，而不是好抓人的鬼吗？因为这个原因吗？不然其实银鬼配件没限制，这次三 K 他走完一场而已，而且玩的也好像还好。我没说啥，我没说啥。我快刀八成呢，你怎么敢这样猜？哎呀，你们这些人！没有，我本来以为这次因为银鬼没有限任何配件，会有比较多人出，不过好像也还好。他可能是在挂。打奥丁呐！怎么了？我怎么痛扁两个同事？没办法，我们立场不同，还是得扁。没有吧？这次银鬼最后好像没有限制配件，我记得。我打到宝了，我打到什么东西？挂什么东西？我怎么打到宝了？哦，避刃哦。好诶、欸，好诶、欸，打到宝了，好诶、欸。斗神的钉子头被他们那组 DIY， 我觉得豆豆他那个心态一定有影响到他的那个整体表现。我很认真的告诉你们，真的，你现在去，你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问豆豆，他那时候心态有没有影响到他的操作？他绝对有，就是他那个中间就开始就是很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不知道他自己在玩什么。那影响一定超大的，怎么讲？这种比赛类型的东西，我之前就有跟你们说过，比赛最重要的不是你平常玩的多好有多好，而是真的比赛压力来的时候，你顶不顶得住压力，那才是重点。跟你不会被压力影响你的那个啦，个人操作的时候。那才真的有差。你说冷专业生什么时候参加比赛？我就不用了吧，我就耍耍白痴就好了，给大家去比就好了。咚咚咚咚咚。TK.exe 降价啦，盗版外挂轻松入手，就趁现在。还在受到正版外挂的迫害吗？怎么了？啊，怎么多一只鬼？对面只有三个人哎，多一只鬼，而且这鬼会动哎。他走路超快的。他作弊，他作弊。那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
合理开挂，你最好的朋友，镜片点击 XC。现在加入每个月只要77块台币，立刻订阅 TK 破台 ，TK 点击 XC。不必再用法令看综艺，你也能是 DVD 炸鱼高手。TK 点击 XC。生法落法纯属自然生理现象，秃头不在本产品保护范围，使用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